Our programs offer many languages.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我们修行的人，像观音法门的人是最有恩义的，因为我们修行的话，五六级八九代会超生嘛，OK，修行好的，好好信心保养的好，修行认真的话，那当然，我们的祖宗都会超生，是最有恩义的，不是说有人慈而已，就真的有恩义，对祖宗都有恩义。对恩人都有恩义，都有报答的那种什么品质的，而且也有足够力量可以报答。Please stay with us to find out more.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Today's episode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English, and Taiwanese, also known as Formosa,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leksis, also known as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Japanese, Korean,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Telugu, and Thai. Mừng hào, chinh tì ye quan chong, wa xi bing guan, lai zu ling jing ye Taiwan pen yao.台湾又称作福尔摩沙，悠闲的台湾人民非常尊敬您，建立无私利他的好模样。台湾也就是福尔摩沙，是一个小岛，遍布大自然，身体有壮丽的美景。北部地区有古城、原住民村。绵绵的山峰、美丽的瀑布、甲精雕玉刻的庙宇，中部地区有一系列的壮观美景，而且南部地区是本岛有名的文化中心，至今犹原保留足多早期移民初到此地时的传统。台湾也就是福尔摩沙的宗教信仰。相当多元化，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儒教、摩门教、统一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其他的宗教。这是上帝恩典加持的乐土。1980年代，青海无上师来到台湾，也就是福尔摩沙。当伊带伫一间小庙时，一群福尔摩沙的人怎样内在体验指引，伫一个暗暝，前来要求师父教因观音静坐法门。伫迄个时阵开始，青海无上师传授观音法门，予台湾，也就是福尔摩沙，甲海外数十万名经历追随者。最近几年，台湾也就是福尔摩沙，正幸运在此兴亡，青海无上师慈爱亲临。2019年2月，伫个庆祝农历新年，又称中国新年的期间，青海无上师签署儒家思想的五常之德，推崇中国丰富的文化。伫个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孔子被尊为上重要、上有影响力的名师之一。时至今日，伊的教诲和体力，依然深深影响着中国和其他地区，侪到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世界领导者拢会当引述着孔子大众所知的名言。世界各国的学者
悠然最新的研究，以博大精深的理念、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个人和政府的德行、端正人伦纲纪，以及尽心诚意这套的特例，提出五种所有的人每一天都应该遵守的美德，以过着和谐健全的生活。现在就邀请您聆听《青海无常书》这场富有启发性的开始。儒家五常五集之三，2019年2月2日，讲在台湾福尔摩沙西欧。好东西坏东西早晚人家都会知道了，好，不管谁讲闲话，谁诬告你什么怎么样好坏，都会明白的，早晚都会明白的，所以那个仁慈啊是最重要，是这样。如果某一些政府啊，我当政府的，我会鼓励人家把那个仁慈当第一的啊，四树，四树保护动物以后就自然就会保护国家，自然会保护同胞的，一个心改了嘛，心改了，随意里面也改了，头脑也会改了，就会变很善良，变很和平合作。 OK 呀、yeah, 好，呀呀 OK OK I need the rest 继续拍手。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谢。by the way, 谢谢大家那个多广播我们的电视了啊，很多国家都自己来的，要把我们电视扩大，多谢了啊，蒙古啊，美国啊，台湾桃园呢、啊，还有谁？非洲什么的，还有谁？加拿大，还有谁？目前是这样而已哈，啊，多谢了，多谢了啊，多谢。这样子也是算度众生救世界的啊，也是英雄好汉。Thank you， 谢谢。OK， 那个仁慈讲完了没有？差不多哈。哦，讲到明天也讲不完，事实上是讲几天也讲不完的。现在呢，人，然后呢，我还没学会人，然后我还要学什么？义哈，是那种有恩有义那些义是吗？是啊，他这样写是吗？是。OK， 那我继续学下去了啊！谢谢你们的福，叫你们的教育，义是恩义的哈啊。OK， 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有那种恩义的心啊，感恩的心啊，所以你们有没有啊？有。我有没有？啊，太好了，你有我也有，太好了啊！恩义是什么？有人替我们做好事啊，我们当然感激了，真正的从心感激，不是说谢谢了 ，OK？ 真正的感激，从心感激出来，因为我们现在了解了，修行的人会越来越有那种感恩的心，越来越有恩义啊，不会忘记好的那个行动啊，还有我们看到人做好的帮助别人哦，我们心里很快乐哦，拍手通过，哎，鼓励鼓励，我们能帮忙别人我们也帮忙，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哇有帮忙了不起人家会赞叹我，不是，我会有福报，不是有福报了，不是有福报，不是因为这样才弄，因为我们现在通勤了
啊、同情别人、啊、也许以前他是我的父母，现在他业障、啊、堕落到比较痛苦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做为了报恩、啊、一边同情一边报恩，所以不要觉得什么了不起、okay? 我每天拿一点食物、啊、我先吃了然后 给那些恶鬼呀、啊，我放在门外给他们吃。我每天、啊、我先给他们，不过我先吃了，我什么都要先吃一口，快快快，这样子他们才能吃嘛，懂不懂？有一些太大，我也咬了一口，然后放出来给他们吃，他们不能吃新鲜的，所以我就吃好了，就先赶快放在窗户是门外给他们先吃了。我还告诉大家让他们吃自在和平，没有人能阻挡那些恶鬼要吃东西然后我才走，然后我念无趣了我禁止所有的有权力的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有神通的不能阻挡我那个饭菜供养恶鬼的。以前呢、啊，我就想供养因为可怜心而已，后来就想也许是他们是我的父母啊，我的亲戚啊，我爱人啊，以前啊，也许因为意念不正啊，就堕落在那种情况。我念楞严经给你们看了有没有，修行者修到这样子了，已经什么都放得下了，一个动念头不对而已，就被魔拉走了，然后脱不开。如果不知道那个是假的就脱不开，就会变成鬼魔呢。好，心好疼啊。所以你们吃饭呢要剩一点给他们 OK， 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祖宗，现在堕落变成恶鬼不一定是为了他们错，有时候因为我们才错。没有讲到那些修行的那个很高度的人，然后一离一公寸而已，无外的错的地方就变成这样。我还没讲那个了，我们父母生生世世都有，亲戚朋友爱人都有，有时候为了我们呢、啊、奋斗，懂不懂？赚钱为了养我们，有时候因为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杀生或是跟着邪道什么的，才变成这样子。你们记得穆千林、他儿子是释迦牟尼佛其中最高的十个徒弟，我妈妈因为邪道被邪道迷化了，习惯了或是传统了，就是没有知道更好东西，从小就学那些邪道习惯，然后才诽谤佛诽谤僧人，还有骗他们吃肉等等。也不是因为他本来生出来就恶毒心，就是他被教训不好，他被跟着那个邪魔外道才变这样子。我讲的这个故事我心还是酸酸的，可怜他，懂不懂？可怜他的妈妈，还好有佛救他了。佛也说他不能救，他一个不能救，他就叫穆千林都拜整个僧团了，整个僧团合起来那个力量才能够救他的妈妈，马上升天了。不过我讲那个故事我也觉得心酸酸的，万一那个是我的妈妈呢？你懂我意思吗？万一那个是我的最敬爱的人呢，他弄错也不是他的错，这社会错，整个社会很多都是充满错误的，然后一个染一个，一个拉一个，大家就变成堕落那样子。那恶鬼呀、啊，是恶神啊，通通都是也是类似的情况。所以我们呢，省一点饭菜给他们吃，就要有爱心，要孝顺的心，也不是说哎鬼了没关系，我丢在那边给他吃，不是这样 ，OK？
所有众生我们要疼爱要尊重，其实他们恶鬼啊恶神也不两样， OK， 他们好可怜好可怜。目前连了妈妈也许因为他要保护他儿子，所以他才坚持要跟着那个外道，了解吗？因为他儿子跟着佛嘛，然后他根本也不大懂，那个时候没那么简单懂什么教理，佛就来讲经，如果你不 去听你就不懂他讲，而且你从小已经听那个什么外道魔讲了，你就不会马上放得下的。然后啊，我就有一个儿子啊，佛是什么人把我儿子拐走了啊，拐走了，这个教理好好的，我从小学的，为什么他不跟着我学，然后好好留在家伺候我呢？他就去跟那个佛学什么邪道，邪道的。对对，目前连妈妈佛教就是邪道嘛，因为他不懂啊，他从来就是祭拜崇拜他的神啊，崇拜他那些所谓的宗教的那个道士啊和尚啊等等。I'm sorry， 对不起，我一想到痛苦的众生我就忍不住，没办法，就是讲我是在这边哭，我家里也哭很多，常常想到他们就不能了。还好我很忙，还好我很忙，就没时间想那么多。有时间的话就替他们祷告，替他们送福报等等。OK， 啊，所以目前连的妈妈，她不是送恶的人，她不是恶毒的人，她是本来好好的人，被教坏的。然后也许因为他疼他的儿子啊，他怕他的儿子入到邪魔啊鬼道里面，所以他才这样子对佛那么不敬，对他的僧团不敬。所以我们也是这样，也许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啊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才弄错的，然后堕落到鬼魔的地狱的那种程度。所以我们对所有众生要疼爱要尊重，不是认为哦他是鬼啊魔，也不应该有那种态度了。 OK， 恩义是这样啦，包括鬼魔了啊，义有恩有义。 OK， 他们也许以前是对我们都有恩的，小恩大恩也许有。释迦牟尼佛也有说了啊，生生世世啊所有众生都是我们亲戚朋友的，记得吗？哎，那就包所有众生就包括鬼魔了，恶鬼那些了啊，也许为了我们以前当他的子女了啊，他为了我们呢、啊、也许偷啊，也许对别人不好啊，对别人凶啊，杀人啊，为了保护我们，为了养我们长大，怎么都做的，为了保护我们小孩子，也许因为这样子他的业障现在才堕落到某某程度。我们不是对华生生的人要有恩义而已，我们应该对死的人也要有恩义。 OK， 我们修行的人像观音法门的人是最有恩义的、啊、因为我们修行的话五六七八九代会 超生嘛。 OK， 修行好的、啊、好好信心保养的好，修行认真的话，那当然、啊、我们的祖宗都会超生，就是最有恩义的、啊、不是说有仁慈而已，就真的有恩义，对祖宗都有恩义、对恩人都有恩义，都有报答的那种什么品质的，而且也有足够力量可以报答。我们如果贫穷的话，我们想报答一个人，比方说一个人以前他帮我们忙，他给我们一碗饭吃，在我们饿的时候，我们现在想他堕落到贫穷的那个程度，
我们要报答他，我们自己没有饭吃怎么报答嘛？我们的祖宗也许为了我们，不是为了亲戚朋友做业障，然后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福报，怎么能报答呢？不堕落已经算很不错了，怎么报答？所以我们修行观音法门，因为力量很大嘛，没有的话也可以借师父的啊、哦，借神仙的，可以的，所以可以报答我们的所谓的所有的祖宗跟现在的父母跟亲戚朋友，我们是最有恩有义的人，观音使者，观音修行者。那我们也是孔子的弟子啦，啊、哦，他叫什么我们都有做啊，最少两个前面。那我们慢慢，我就慢慢跟你们再学了。第三是什么？我忘了。礼哈，礼就是什么礼的礼呀、啊？礼貌。礼貌哈，嗯，真的吗？真的。要这样写吗？是。OK， 好。那礼貌是什么东西？我也要跟你们学一下。他这样写礼貌哈，礼貌的礼哈，是吗？是。好，礼也是一种，不是礼貌，就是像我们顶礼的嘛，懂不懂？顶礼祖宗啊，礼拜佛啊，礼拜圣人啊，礼拜长辈啊，啊，也不是一定是顶礼啦 ，OK， 就可以磕头啊，合掌啊。礼貌的问候，嗯，然后照顾我们的兄长，照顾父母，嗯，这个也是在礼里面的。我认为你们呢？是。嗯，对父母孝顺嘛，对父母尊重，对父母照顾好，那个也是礼吧？啊？嗯。因为如果一个人，那算什么修行的啊？是说，然后对父母没有。爱心没有照顾的话，就算有仁慈吗？算不算？不算。No， 所以你看那个人呢、啊，也是包括孝顺心，对父母尊重心一样。所以我想讲一个人就也是够了。不过我现在在台湾嘛，我在这中国人的那个团体里面，那我多学习一下也不错吧？啊，不会伤害什么。那礼就是我们互相礼貌也好，对自己兄弟姐妹了啊，对外面的人礼貌的尊重了，嗯，师父也是这样啊。我有吗？有吗？有、嗯。我对你们有时候也是比较不怎么很善良了，意思不很温柔。不过外面的人他们不懂吗？是我非常尊重的。比方说，我跟那个。警察的，如果他拦我的车，我说啊，你好 ，officer， 嗯、啊，对不起，我们弄错什么地方？比方说这样子。然后真正的，如果我司机错的话，有一次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司机啊，啊，他开比较快，我们车里面呢有热气啊，有音乐啊，师傅唱歌，那大家都睡着了。哦，那个可怜的那个司机，他一个人真的开，一直开。有一个非洲美国人，啊，他拦我们的警察了，拦我们来，啊，大家都行了啊、哦。然后，那个司机他也就美国人嘛，他讲啊，有什么事？比方说这样，懂不懂？我们有时候。那个学英文的人也讲这样 ，What now？ 跟师傅也这样讲的 ，What now？ 啊，We vegetarian save the world and what now？ They ask me like that。那么他意思说现在怎么了？懂吗？他问师傅就这样，要有一点礼貌 ，OK？ 我是不在意，不过如果外面的人、第三人看的话，觉得你没有。学会礼貌，你没有学会基本的礼貌 ，OK？ 对我不会伤害，对自己有伤害。所以那个礼是对自己重要，不一定是对另外那个人重要，不过也会对他重要。比方说那个，有时候我也碰到警察了哈，他已经脾气不怎么好了，整天也许那个组里那些坏蛋的，
懂不懂？碰到我已经不很客气了啊。不过我也是非常客气的 ，office 这个 officer 那个，然后他拿我的那些资料拿出来看嘛，有一些是印出来那些字啊，印出来那些字，然后很大的，所以那个风啊，风又是吹来吹去的，懂不懂？我就帮他拿，我就帮他抓那个吹的角落嘛，哦哦，他就马上软下来了，他说谢谢。很温柔的说谢谢，本来刚才很凶了啊，你这个你那个，啊，后来我就帮他拿啊，那、啊、另外是我们去那个在路上难免会碰到警察的啦，警察也是人的，他们非常好的。好敬的观众，感谢您爱心收看《智慧之语》节目，儒家偶像五集之三，明仔请继续收看《青海无常书》这场开始的第四集。焦点新闻之后将播出，先知索罗亚斯德寻求圣会，就在无常书电视台。祝你在生命的道德路上欢欣鼓舞，蒙受幸运。Respectful viewers, we thank you for your loving company on The Five Virtues of Confucianism, Part 3 of 5, on Words of Wisdom. Please join us again tomorrow for Part 4 of this lecture.By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Coming up next is Prophet Zoroaster, in quest of the Holy Fire,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here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May you rejoice in the virtuous way of life, blessed by the Divine.Our programs offer many languages.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and suprememastertv.com/WOW. Nos programmes offrent plusieurs langues. Veuillez visiter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et suprememastertv.com/WOW. Nuestros programas ofrecen varios idiomas. Visiten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y suprememastertv.com/WOW. Nuestros programas ofrecen varios idiomas. Accese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y suprememastertv.com/WOW. हमारे कार्यक्रम पेश किए जाते कई भाषाओं में कृपया देखें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और suprememastertv.com/WOW. 我们的节目提供多种语言，请看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和 suprememastertv.com/WOW. Rancangan kami menawarkan banyak bahasa. Sila kunjungi suprememastertv.com/kehadapan-schedule dan suprememastertv.com/kehadapan-WOW. برامجنا متوفرة بالعديد من اللغات. يرجى زيارة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و suprememastertv.com/WOW. Наши программы предлагают много языков.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смотрите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и suprememastertv.com/WOW. Unsere Sendungen bieten viele Sprachen. Gehen Sie auf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und suprememastertv.com/WOW.